阳光真好。这你的家很大间哦。没有啊， Wilson 是 Wilson， 这不是我家。先带你们来吃荷伯擂茶，传统荷伯擂茶。哇、wow、之前我是跟 Rainy 来了，不过不是没有开，是刚好卖完了，今天我又来了。哎，传统荷伯擂茶，上过报纸的吧？哎，石头 order 嘞，要有种啊？系咧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七种咯。七种。啊，有我哋六种啦，一个有虾米，一个冇虾米咯。哦，咁你帮我做两个咯，一个白米，一个糙米咯，一个有虾米，一个冇虾米咯。啊。呢個有咩分別啊？呢個苦茶咧，佢有放嗰個苦力線嘅呢個成分嘅。哦。所以咧，佢入邊會比較啊，中後咧可以降膽固醇。哦。咁呢個好似出邊冇嘅係咪？出邊冇嘅。係得嚟。哦。最好試呢個，外面沒有。呢啲苦茶。啊。OK OK， 這個是苦茶的，他們才有的，所以這個一定要試。哎，今天我的口罩顏色跟擂茶也是很 match 一下。一個是白米，一個是糙米。摄影师，你要吃哪一碗啊？这个 啊，我也不会分了，也不会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是苦茶了，你是原装。擂茶里面当然是有很多菜组成的哦，美刀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那个豆腐干。OK， 然后还有给一汤匙这个花生。这碗我拿到刚好是糙米跟凉哦。这擂茶的灵魂就是这个茶，哇，这是苦茶。哇！苦中带甘甜。喝到这醋是很健康的感觉，还好先吃一口原味的先。嗯，我这一口咬得很香，虾米味。刚才我讲少了一样东西，还有放虾米在上面，记得要加。哎，这时候来最重要的环节，倒汤了。青色加青色，搅一下的，搅的时候要喊 Rainy 的名字 ，Rainy，Rainy 看到吗？我帮你搅这，我帮你吃嘛。汤好喝，料也好吃，就是像日咬咬，像有那个花生、夹米、脆脆样子，很好吃。啊，摄影师，帮你调好了，看色泽几鲜艳，很美哦。啊，我很贴心啊，这边做够我。然后你之前系喺嗰个，你总共几多年在呢度噶？十几年啦又。全部做起嚟街，你十几年咗啦。OK OK， 呢个搬到呢度几耐咗？呢度係有一年半咯，啊，一年半咗啦。OK， 幾點開到幾點？啊，擂茶係9:30到2:30。到2:30，休息百幾啊？八一，八一啦，唔該。去咗八一。啊 ，OK OK， 哇，今日擂茶不錯吃。還有什麼哪裡好吃的擂茶，在下面comment一下，我去找。